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芝，欢迎观看我的视频。我今天来到了万华蒙甲夜市，来这里吃东西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蒙甲夜市从前叫做万华夜市，至2011年才改名叫做蒙甲夜市。蒙甲夜市涵盖广州街、梧州街、西昌街，在意义上还能够向外扩展更大到山水街、桂林路。万华以龙山寺为中心，成为一个庞大的民生商圈，很多50年以上的美食老店在这里叱咤风云。万华神秘的色情行业已经被政府几次扫黄，扫得不见了，如今只有散散落落的大龄流莺在骑楼间拉客。他们外貌看起来跟普通大娘一样，也只有在小警察驱赶他们的时候，普通人才得有缘一窥究竟。
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